以内地最大短片平台的人气热话数据统计整合的明星话题播放排行榜，成为依家反映艺人人气高低的指标。凭内地剧《陈情令》成为顶流男神的肖战，以1170亿播放量位居榜首，成为首位破千亿大关的艺人。紧随第二名王一博和第三名易烊千玺的，就是跟肖战合演内地剧《余生情多多指教》的女星杨紫，以735亿次播放量成为第四名，更属女星之首，力压杨幂和赵丽颖两大流量女王。依家30岁的肖战，佢的新剧《玉骨遥》仲未播放，已经有208万人预约收看，预告片的播放量仲冲破4亿啊！佢被指是带货能力最强的男星，今年代言的品牌至少有30个，可谓人气爆灯啊！而向来有男神收割机之称的杨紫，主演的10部剧集总播放量超过1200亿，呢对余生 CP。今个暑假档分别有《玉骨遥》和《沉香如屑》播映，两个人正面对冚，肯定瞩目啊！